在这卡 bug 呢，在这卡 bug 呢。封号了，那我们俩就比割头发呗，真是的，反正最后都是要死一个的，我们每个人割点头发呗，真是的，对不对？那女的肯定赢，那男的肯定不干。哎呀，这个时候吧，其实只能活一个的话，咱就谁也别折磨谁了，真的，要我说就别折磨谁了，要么你死，要么我死，俺俩直接石头剪刀布啊，就完事儿了呗。死之前也别折磨了。这水晶瓶刀锋。其实我们打的刀锋不太好打，因为刀锋这个英雄啊，他持续伤害特别高，我们只能跟他慢慢耗，而我们一套的技能会被他 W 给挡掉，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有这个足够的技术啊。这就是我说的，你要想带电刑，那么你需要对你的技术水平有很大的自信。抠还抠空了。一 A 抠。这直接跑着。好 E 好闪。好 A 小伙子。刀锋给他埋了得了，回家了。杀完他，我们应该是有点无敌了。先来个吸血鬼结账吧，哎，不对不对不对，先来两把长剑，再搞个小药，整一个小针眼，我们就有点无敌了。你看就这么个刀锋差点都把我们给杀了，你就知道这征服者跟电刑的区别在哪儿了。他能一直叠，你不能，你就只能打一下。把兵线往回拉啊，这一波我们没有逃生技能。啊，给我点什么信号啊？咋的了呀？哎呀，眼都卡错了。你说你自己死了，你还得说说我，你累谁呀？你这样人给单杀了，你说你还说我好眼儿？我不是为了让你缓解一手尴尬，还我能插着眼儿吗？等六级一套把这刀锋秒了啊！哎，用 W 来补刀。哎呀，真是一点血也不让我耗啊！
真的，这刀锋一点血也不让我耗，就不补刀了。大树还走过路过蹭一蹭还。你是感觉我是杀不了你是吧？拆两波塔，有点要无敌了啊！你干啥呀？哎呦我操！哎呦我，这么猛吗？有点厉害啊，这个剑圣。你 W 我没有蓝了，我刚才蓝没够，你没发现吗？我大意了，我这个确实我大意了，这一个双刀把我秒了。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啊。下路走一波，看看有没有机会这下路。哎，对，勾引一手挺好。妈呀！锤石瞎当，又是你！你可别让我找着你啊！600块还可以接受，我们可以说是有点小无敌了。刀锋难受了。为什么不闪现役？我想省个闪试试呢。哎呀，无所谓了，没啥了就没啥了吧。他有闪现，我们闪现役他也能走。你想一想，是不是这么个理儿？吃我可吃的挺开心呢，我操，给我一顿吃啊！这塔皮呀，这人呢？极度的猥琐，哎呀我的天哪。我们去找找这剑圣去啊，应该在蓝那边看一眼去。开心吗小伙子？我的虚区高吗？爱你哟。也去找他一波，这剑圣上半段也去刷完，我估计应该要往下走了，在这等他一手。干嘛呀？你在干嘛呀？
回家，收集者下件装备。没跟你们说我已经无敌了吗？在我下路杀完那卡莎以后，我就明白了，我们已经无敌了。现在没有人能扛得了我三下，就三下，不用多，就三下。除了红 buff， 红 buff 肯定能扛得住。他三千多血呢，他两千多滴血。收集者是什么？收集者就是一个可以帮助你补刀的东西。比如说你这补不着了，他就会帮你补一下子。我来了，挺好，哎，挺好，我马上到啊。挺好，扭曲树精。剑圣先杀了，就是跑的有点慢。剑圣的红应该刷了吧？嗯，红刷了，找他去，在这等会儿他啊，他指定马上就过来，在这等他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，兄弟？为什么旁边会有人啊？你是插眼了吗？还是怎么回事？刀锋没带啊，哎，这剑尖走，把他杀完我们回家，给这个出了，先把这皮鞋给出了啊！我看这出个什么鞋呢？铁板鞋啊，这把铁板鞋。中塔要没呀？这卡莎已经650块钱了，是时候去杀两波了。这金币攒的也差不多了。哎，这都没躲掉。哎，来，这怎么回事？应该能捆住吧。我 A 一下应该就死了，锤石又下当了，锤石1900差300块钱，这个300块钱收完以后立刻回家啊，这就是秒杀三件套就有了。哎呀，
走1900回家，无敌了。这有点快呀，这那卡萨我扣都没扣出来就死了。剑圣干啥呢？还找我来了呗？啊，还跑过来还找我来了呗？你别走啊，来，你别走，来，你干啥呢？直接平 A 吧，这 A 死了得了。没跟你说秒杀三件套吗？秒人。这里有个眼儿，谁帮我拍了？不知道这里有没有眼儿啊？假装走一走啊，其实不严。这卡莎可挺装啊，我一看呢，你可挺装啊，小伙子，你在干什么？嗯？这玩的很爽的，我跟你们说这个。走，打个蓝去。木印换星石是不是伤害更高呢？不会，木印没有星石伤害高，星石加护甲穿透，木印不加护甲穿透，只加冷却缩减，并且就加18点啊，加18点，并且这个8%最大的这个生命值伤害比这个高。我试过，我出这个其实不厉害，我试过这个装备。哎，来个夜印之风啊。有梦换木印呢，换不了。你出完星石不让换了，没关系，我有队友。这火蓝也太猛了吧，还往上冲啊！扣没扣出来，扣出来直接死，隐身了。可以推呀、啊，先把这锤石杀了吧，省得这锤石老控我们。他怎么的呀？他好像不太服啊！我这一看，走吧，可以撤了。哎，我要出个无尽是不是就更狠了？有可能就暴击，就直接给爆死。这里没有眼啊，我们在这等一下。
看看能等到谁，我等个卡莎或者是剑圣，看来不行，跳弹走。给我杀大树！呀，这锤石还有队友吗？这锤石还上来、啊？哎呦我天哪，还有队友了吗呢？锤石一死，我跟你们说，他们家就没有什么能限制我们的人了，知道吧？就比如说这卡莎，看好了啊！呀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哪来个剑圣？算了，后边有人儿。好捆。好捆呐、啊、兄弟。出个大穿甲，神装了。嗯，刀锋是疯了吧？我说这剑圣刚才咋没死？铁板鞋，正常他扛不到我三下。无尽，我把这个换了。我把这个给换了，我把这烟韵之风给换了一会儿。哎哎哎！救救救！哎呦痛！无尽应该不行，主要也不是说用暴击打伤害嘛，不是穿甲嘛，无尽应该不行。你把这个换无尽还行。这是不跟上版的蓝枪伤害一边高了？但是这个需要你对自己的。